中国香功当代唯一传人田瑞生大师，愿把中国香功无私的奉献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。中国香功初级功是以活动上肢为主的功法，它能够调整人体生理机能，排除病气，恢复健康，开会潜能，延年益寿。现在我们来一起学练香功，预备式，全身自然放松，面带笑容，双脚分开与肩同宽，平行站立，双手手心相对，约距20公分，在胸前开合5到10次。金龙摆尾，双手合十，食指向前，指食掌心虚，先左后右各45度，水平自然摆动36次，最多不超过54次。注意哦，上身不动，挥小手背带动上背。香，闻香要喊香，香，好香哦。玉凤点头，双手合十，置于胸前，食指向上，指食掌心虚，小背向下摆动到小腹处36次，最多不超过54次。注意不要单独摆手腕，手向下时略带点头之意，头不用点。佛塔飘香，也称八字飘香，双手手心相对，在胸前开合5次，向上向下画八字，如抱塔状31次。注意哦，手向上时高不过肩，两手手心相对，约距10公分。手向下分开时，手背不可伸直，掌心不可向外翻。香，好香哦。没闻到香味的人呢，不要着急，也一样可以达到疗效。有闻到香味的要分享，大家喊出，很开心的喊香。菩萨抚琴，也称双手抚琴，双手手心手指向前与胸口同高，水平开合36次，最多不超过54次。注意上背基本不动，两小手背展开不可伸直，合拢时指尖不可相撞，手腕不摆动，食指不相对，尽量全身的放松，面带笑容。钵盂双分，双手手心向上，手指向前与胸同高，水平开合36次，最多不超过54次。手背张开时不可伸直，合拢时指尖不可相撞。香。注意面带笑容，全身放松。风摆荷叶，双手侧掌，掌心相对，约距20公分，
先左后右各45度水平自然摆动36次，最多不超过54次。注意哦，两掌心始终保持相对，上身不可摆动，不能单独摆手腕。左转乾坤，双手侧掌，掌心相对，约距20公分宽，自右向左逆时针旋转，华丽成椭圆形，左右长，上下短，36次，注意不要超过54次哦。注意双手两掌始终侧掌，高不可过肩，低不可过小腹，不能偏向一边。右转乾坤，双手侧掌，掌心相对，约距20公分宽，自左向右顺时针方向呈椭圆形，左右长，上下短，旋转36次，最多不超过54次。注意哦，双手掌始终为侧掌，高不过肩，低不过小腹，不可偏向一边。摇如渡海，双手手心向下与胸平，手向前下方推展时，手指轻展回来，上提抓握空拳，画圆如摇如状36次。注意哦，手前伸时掌心向下，手背不可伸直，上身不动，手指头不用相扣。法轮长转，双手手心向下，左手在下，右手在上，右手心对左手背，双手相距10公分，距胸口5到10公分，双手上下交替，向前呈椭圆形，前后长，上下短，旋转36次。注意哦，两手始终对准胸口，不可偏开。尽量全身放松，面带笑容。达摩荡舟，双手手心向下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内外劳宫相对，先左后右摆动36次。最多不超过54次，注意哦，摆动时上身不要动，右手掌左手背始终相对，不可分开。国风贯耳也称双风贯耳，双手手心相对，点体侧身背自下而上，向两耳贯气36次，最多不超过54次。贯气时掌心要对准两耳孔，但不能贴耳，落下时手背微屈，两手不可向后甩，
香，好香好香哦。金光耀眼，双手手心相对，呈鸭嘴形，由下向上，双手距双眼前五到十公分，拇指与食指约距两公分，与次指并拢。从下至上，向两眼灌气36次，手不要碰到眼睛，注意哦，戴眼镜的拿下来，但戴隐形眼镜的没关系。普度众生也称交叉百掌，左手在里，右手在外，交叉于腹前，向两边来回摆动36次，最多不超过54次。注意哦，手背不可伸直，摆动时幅度不要太大，两边各45度就可以了。童子拜佛也称双手合十，双手合十，指食掌心虚，指尖向前，上方放在胸前约三分钟，如果赶时间一分钟也可以。注意两眼睁开或做垂帘状，微露一线之光就可以。有心脏病高血压者，双手稍微低些，尽量的全身放松，面带笑容。此时有宗教信仰者，是佛教、伊斯兰教、天主教或者基督教或者一贯道教，大家可以依心目中观世音菩萨、耶稣基督、圣母玛利亚、阿弥陀佛、阿拉感恩或者祈祷，感谢他们让我们非常的欢喜心，也感谢一切的助缘者，非常感谢大家一起共同来练习相供，达到同步共振的能量，彼此非常的健康，非常的幸福美满，也非常的快乐，一切非常的顺心如意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做收工的动作，双手缓缓放下，指尖朝下，再握空拳向上提，同时用鼻吸气，
口呼气，双手缓缓朝下，搓手，轻轻的搓就可以了，再美容我们的双眼，脸更光滑亮丽，同时再搓一搓平时跟着我们的老毛病，搓搓它，拍拍它，让它远离我们，让我们充满朝气。谢谢大家。